体育方面消息来看，台北市福林国小来摕到世界校棒锦标赛亚太区的资格，今妈妈当地美国的威廉波特在出赛成绩未歹，打算要伫台北时间礼拜的饭店来拍国际组的冠军赛，赢队当继续来拍规个的总冠军的冠军赛，输队还来争第三名。面对投球手臂相对稳定，同款是无输过墨西哥，福林国小消防队展现平常时训练的结果。拄开始比赛是用真细腻的选球，消化墨西哥投手真侪用球。中心的打击者王元甫早有一分打点的李瑞安打。福林领先，一局下墨西哥嘛摕一分，算嘛是这场比赛唯一摕到的分数。因为刷落来的打击，和福林先发投手王元甫甲中继投手萧兆勋完全压制，两个人联手是上高盖三胜。One, two. Good breaking ball from Xiao Zhao Chun。四局上甲六局上，福林拢有强势，嘛拢摕两分，最后着5-1的胜利，会当晋级国际组冠军。还是跟往常一样，我们这个团队大概也是一样，我们投手战力平均充足，然后守备稳定，然后一直在台湾的比赛到亚太区，到现在的这个世界赛，他们都保持得很好。那当然也是有信心，我们可以再更往前。威廉波特消防比赛历史是真久，福林国小代表台湾过七年国际比赛，期待后一场摕到国际组冠军，了后再来拼世界冠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